你打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上哪儿去了？你知道我师姐在天庭怎么找你的吗？啊！我师姐她……丁宝，丁宝，不许说，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回去。哎，那你小心点。我就说两句。什么事儿你不让他说？用不着你问。人家惹得人不高兴呢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吃饭吧。你这都摆好了，海兰呢？是啊，爷这人哪儿去了？这都饭点了，也不见人影，怪了事儿了。我去找找呗。戏听得怎么样？什么戏呀？玉堂春吧，带团圆。今儿他们俩团圆了。少奶奶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能不知道吗？全天津都知道他来唱戏了。以后能别这么干了吗？谁不知道谁呀？能跟我说实话吗？四海把那火盆踢翻了，引着了帘子，阿王府啊就烧没了。你那唱片摔折了一半，另一半我也留着，本来想给修好了，现在一看呢修不好了。我再给你一张。你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入了大杂院，全是下里巴人，连个识字的都没有，哪儿找唱机去？没事儿，以后我天天唱给你听。小月，你怎么知道樱花公馆的？我去找童子华了。他们家那大丫头告诉我的。大丫头？嗯。孔雀吧？好像是。那可不是大丫头，那是童子华的软床。真的？嗯。那现在童子华给你暖床了吗？没有。真的？真的，连一下都没碰过。海兰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和我回北京。哎呀，这天不早了，该回家了。你走吧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先把你送回戏班，然后我再走吧。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搁这儿啊？啊！走。
干嘛呀？我哪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？小月，你听我解释。小月，你走。小月。小院来天津，我去见他。我去听他唱了唱戏，跟他聊了聊。我上次去北京，那不是没见着他吗？总得解释解释。佟丽华。